打中不但没压力，开局松散，松散线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松哥三怎么了？我就要松哥三怎么了？嗯嗯，兄弟，在吗？在的 ，OK。一分钟过去，五六分钟就闪了，看到。哎，前期来了，难受。我们升蓝掉线了，导致这波前期支援。但这波他们打也是要炸的。他们升蓝来不了，这打野是必死的。我把他打野位置已经逼死，他回头会被盲僧杀，不回头会被我杀。这条线掉的是真的难受。我还亏了三四个兵。本来这波是他们打野死的，哎，这条线掉的真难受。我感觉好几把没玩卡牌了啊，好把没搬。但他发现搬了之后好像也没用，不搬了。这个中单卡恐怖如斯，一看有雾神，那没事了。斗中强者，恐怖如斯。这把不说了，哎呀！啊！哎呀，没闪了，他死了。我们好像三级了，你还掉，还掉哪个毛啊？这不是真不能掉，两波线进打，你这掉线玩不了，掉线就炸了。我开始了，兄弟们，六级了啊！开始伺机而动了。
是吧？来一首吃力宝啊。我看鱼那个闪现掉了很伤，不然的话那波他杀盲僧那波啊还是要死的。他有打字把闪现给打没了。哎，齐博士真的蠢呐、啊，来这么慢，黄花菜都凉了。我靠，算我掉线还能单杀吗？猛了。哎，齐博有点菜，说实话，齐博来太慢了，把盲僧害死了，不然这个弗雷克要死的，弗雷克死了之后，而且他还得死。而且我又白给一个闪，双方还没了，他把王僧给害死了。本来如果要下技能的话，是一定要救到他的啊，没救到他就血亏了。像狐狸看起来很有进攻性的样子，其实也没啥用啊。进攻性有，但不多。这狗熊频繁掉线，还能这样碾压对面剑姬啊！只能说对面剑姬剑不如熊。跟他们大家吵架了，那这把感觉得启动 B 计划了呀，吃低保。
这把就是吧，无奈之下只能启动 B 计划啊，吃地方。A 计划狂 C 啊，活动起来了。我们这盲僧杀人还出心，我这今天打的肯定有点问题啊，因为我们狗熊掉线掉了那么久，还能爆杀他，还能单杀他啊，自己得反省一下。干嘛？我跟你说，我在某一瞬间可能就触发了 A 计划，所以你们有一句话送给你们啊：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。完了，不确定，再看，真完了，没办法玩了。我不会被这个大刀打死吧，我得找到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位置去回家。我操，这盲僧是我的好，能这样杀人吗？我只能看看。我操，为什么能这样杀到别人家里单杀两个人啊？是吧，只有启动 B 计划了。说实话，兄弟们啊，这把只有启动 B 计划。我这一个人是单杀不，兄弟们不记得了，没什么印象。很重要，在线等是单杀不？等级。是狼斯豹拿的，什么伤害这么高？操，这队友怎么这么猛啊？看得好过瘾啊，好喜欢。快跑！哎哎哎，什么意思啊？我操，你还要杀我啊？你过分了！
你触碰了我队友的逆鳞，我为一个二给二死了，走到一个安全的位置。这一幕好像见过。钱不够，算了，聊吧。有个小伙伴问：为什么宝马这么惨？为什么我宝马是帝王？啊，有些问题不是说你说通就能想得通的。啊，我也很困惑呀，我这么强的人，为什么宝马都在吃低保？到底谁在 C 啊？好秀啊，这帮松！一比零。Thank you。这波我一看对面中单杀死了我的 AD， 当时我就火冒三丈啊！虽然对方满血，但是我依然不惧，直接落地黄白，直接带走，啊，神兵天降，哎。就你杀我可以，但是我不允许你杀我的队友，啊，杀我的队友，你触碰到我的逆鳞了，兄弟，你很危险。哎，搞本杀人书吧。还有这个 MVP， 我感觉，你们觉得呢？哎，干什么？小臭小子！啊，你以为你是谁？啊，弱爆！哎，嘿嘿，这么轻描淡写就骗到了吗？一打二，你要死！单卡二比零，走位扭一下。还在拉招，把他们都累死。我说实话，他是没拉招，他都累死。哎，算了，被我害死了，没有的东西。二比零啊！我躲远一点，我走个安全的位置回家吧，不然的话被二死了。有眼啊！我操，那我再躲远点。我就吃个我。啊！哎，怎么有个人？无情猎手就是无情，无情猎手跑得最快，无情猎手走位不得了。啊，阿云，归零二点一。为什么在那里会有个人啊？本来我有一个 MP 的，不要玩了。为什么会有个人在这里啊？我都没看到这个人。
哎，我这波牛头大招很关键，说实话，这波牛头要是没大招，他这个牛头和狐狸都得死啊！他怎么老掉线啊，兄弟，快连上来，电脑有点问题啊！完了，这次是他有史以来掉线时间最久的一次，怎么办？他平时掉个十秒钟就连了。这次没连上，还没连，快连啊，大哥！你不连号没了。啊，他有点连不上感觉，不搭话。有点连不上的感觉了，我操！现在有问题啊，这个人。他、啊、这个，好、啊、来来来，哎，一个人都没有，有个人的话就好了。我怕买买不过钱啊。王涛的眼睛刷了，点干嘛？哦，老头啥意思？我加满火炮，然后单杀这个剑姬啊，各位看好了，我将买火炮回家单杀剑姬，各位 look。哎，好像不太行哎，他这个差的那么快。你这闪现混流攻，我操！Rampage.
浪啊，兄弟，怎么浪下了呀？炮兵家门口去打了呀？哦，迪波不该死，迪波死，迪波不死，屁事没有。把金丹杀了去吧。好，别跑，别跑，等会筛，等会筛，他没来了，他没来了啊！全是小黑子。